让生命恢复纯净，我是这样戒除邪淫的。作者 NONO255。 看这篇文章的朋友，相信都是想要戒除邪淫。我的手淫史有十多年，频率非常勤。前列腺炎、肾虚，还有经精神医生诊断，我得上强迫症以及抑郁情结的病，都与手淫和看色情影片有直接关系。命运一塌糊涂。当我接触佛法后，终于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。在佛法的帮助下改变了很多，唯有邪淫看色情影片很难戒。在前年身体实在不行了，医生说在手淫要做前列腺手术。我怕了，因为做了手术就要丧失性能力了。我还没结婚呢，三代单传呢。于是在佛前发誓，今生永远不看色情影像，不上色情网站，莫想到真管用。我发现只要不上色情网站就不会那么冲动，到今天再莫上过色情网站莫手淫。顺便说一下，我戒除邪淫后不光身体恢复了，而且命运也改变了。我以前一无所有，初中没毕业，身体又不好，原以为就这样了，没有前途了。没有想到戒除邪淫后，还有手五戒，命运改变了，因为不邪淫了，不接恶缘的缘故。我在一家房屋中介工作，也真神了。别人说一百句也不成，我去了也没说什么，挺简单就谈好了。而且还很愉快。同事也奇怪，为什么同样的话我说出就行呢？其实他们不知道这是不邪淫，手五戒，接的善缘。我宁愿不签单也不坑人。佛法说的真对呀。没有求不到的，唯心所现，唯时所变呢。你心好你的境就好，你心恶环境就恶。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，回头看我现在不光结婚生子了，而且从一个小店员现在自己开了公司，存款过百万。这在从前做梦也做不到的呀，都是从佛前戒邪淫开始啊。你得真戒才行啊。